出道15周年的少女时代即将以完整体回归，上一次的全员回归已经是2017年，时隔许久，让粉丝们超期待。而他们在团综少时探探展现私下的模样，光是看他们吵吵闹闹的聚在一块就已经够有趣啦。新的一集，成员们两两分组，玩起综艺必备的宁静中的呐喊，每组都充满笑点，尤其自带搞笑细胞的余力，果然在这方面是不会输的。SM。또거기로가어거기로가야돼내가너에너네산돌너네산돌세계관세계관광야광야连少时姐姐们都逃不过的世界观，不知道会不会出现在这次新专辑里啊。